方中信又同姓亨利，老婆超呷醋。方中信同太太莫可欣等等，前晚就出席电影《与神同行：终极审判》嘅首映礼。方中信透露，早前去到意大利旅行两星期，虽然一去就已经唔见咗行李，但系好彩都揾得翻。佢更加笑指自己就好似做搬运工人咁样，而莫可欣咧就表示自己都有帮手噶。问到佢哋会唔会趁个女女开学之前再嚟多次亲子旅行咧？方中信就话个女八月中开学，所以一家三口会同一对夫妇朋友一起去日本旅行嘅。我哋三，我一家三口同埋我另外一对有公婆，咁就轻松好多嘅。另外嗰、那个佢嘅 Honey 嚟噶，佢一落机咧就要揾佢噶啦，唔系揾我先嘅。就系男人嚟嘅。系咪轻松人嚟噶？唔系，成日同埋我哋一齐跑步啊。哦，好朋友。啊，好朋友。有乜理由嚇、啊？去完大陸咁耐，翻嚟唔係第一個揾我嘅。因為佢住喺我對面嘅，所以冇得合做啦呢樣嘢。